你醒了。我为什么会在这儿？刚才我去见总找你，看你躺在那儿一动都不动，吓死我了。哦，我没事的。好端端的为什么会这样啊？这是练功中常会发生的，不要紧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不骗你。那就好，我先去洗衣服了。哎，你别去了，看你练成这个样子，还是早点休息。没事的，我要多洗一点，储够了钱，好给你买新的衣服。这次我们在武林大会，可一定不能寒酸。那你太辛苦了。只要能在武林大会上扬威，再辛苦都是值得的。全都练会了。那太好了，你叔叔曾经说过，你只要学会这四把剑上的武功，那江湖上就没有几个人是你的对手了。对呀、啊、这一回我们一定可以扬名立万。希望吧。我这就去把衣服送人，买些新衣料给你做新衣服，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呢。哎，要不我来帮你送。那怎么行呢？你可是未来的武林盟主，怎么可以替人家送衣服？你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其实我做了那么多事，一半都是因为你。神婆，在天之灵保佑我们顺顺利利开完这次武林大会。啊，欢迎，里边请。欢迎欢迎，到里边用点茶、吃饼啊。欢迎欢迎，我今天都说了好几百遍了。当然了，每来一个客人你都说两遍欢迎，少说一遍行不行啊？那好啊，那边跟你说。那我帮不了你。啊，欢迎欢迎，那到里面有点茶点。喂，这次你们不用讲欢迎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是师傅的老朋友。秦姑娘好，蓉蓉姑娘。老朋友？是老朋友还是老相好啊？为什么那么说？师傅一早就绷着脸，一见到蓉姑娘就像鸟一样的飞过去了。哦，你怎么会来的？我路过。路过？怎么都好啊，多一个自己人就多一个人支持我。上次你为什么好端端的走了呢？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，所以想不到你把武当派搞得这么兴旺。我也想不到啊。哎，明姑娘呢？有空的话我带你给他上过香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慢慢再跟你说吧。其实这次开这个武林大会是他的死激发我的。天宝，义兄真怕你不来啊。老朋友亲自写信给我，我当然来了。果然是好朋友。哎，我们进去喝杯茶呀。好。这位是华山派高天正叩见掌门。高兄你好。明剑山庄的人也来了。张掌门，这次武林大会请的是赫赫有名的门派，明剑山庄怎么也来了？明剑山庄的名你没有听说过吗？哈哈，以前是，现在嘛，哈哈哈。现在怎么？现在没落了，一代不如一代，以后不许拿明剑山庄的幌子来招摇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明剑山庄？哼，说呀。现在还有人拿明剑山庄当回事儿？哎，当然了，除了张掌门以外没有几个人了。我看你是不把明剑山庄放在眼里。哼，看你有没有这个功夫了。
对不起，俊宝。谢谢。你累不累？还好，我刚才只是随便出了几招，不费力的。你真厉害，这一次我们一定可以重振明剑山庄的威名。嗯，希望可以。恭喜你啊，君宝。恭喜什么？当然恭喜你武功突飞猛进了，难道还恭喜你有喜了？哼，你还和以前一样喜欢说说笑笑。三岁定八十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还没有介绍啊。这是我的好朋友赵玉儿。好朋友？好朋友？好朋友，我叫张君宝。什么时候叫大嫂啊？让你见笑了。所谓立业成家，不立业怎能成家？倒过来也行啊，成家之后再立业也可以啊。哎，你成家了吗？嗯，我还没有对象呢。你现在是武当派的掌门，武当派近日名声鹊起，只要你愿意，多少个窈窕淑女。先别说这些了，你知道我只喜欢练武，其他的一概没兴趣。你有没有空啊？你有要事吗？还会有什么呀？那么久没见，你现在武功又那么厉害，不打一场怎么算好朋友呢？好，玉儿。哎呀，我觉得有点头晕。你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好好的吗？那我看改天好了，你照顾赵姑娘要紧。放心吧，等武林大会结束之后，我们天天切磋都行啊。要不要帮你找个大夫？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想我休息一下就应该没事了。你怎么了？好好休息一下。我没事。那刚才？我刚刚是假装头晕的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去跟他比武。为什么？需要防人之人，如果你跟他比武受伤了，那武林大会怎么办呢？不会，我们只是点到为止，互相交流武学而已。那就更不好了，如果让别人知道我们的武功家术，太危险了。不会，君宝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什么事我们要小心一点，这一次我们一定不能失败的。心狠手辣，切记，对待敌人的手软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